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宝，我要来示范这个电动滑板车它的折叠方式。它就很简单，你只要把脚踩在这个地方往下压，然后就可以折叠下去，就可以折下去。这边会有个扣环，这个刚好就是拿来挂你的饮料啦，一些置物的这个挂钩。这边是踩刹车的这个脚踏垫，这个地方呢会刚好扣住你的脚踏垫，这样勾住之后，你就可以提起来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拉着它到处走，就是收纳方式。那如果要打开的话，一样把这个脚刹车往后压，压着它就可以拉起来。好，这时候你就要用点力气，一般都是把脚踩在这个地方往前面推，听到咔一声就完成折叠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往前骑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示范那个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怎样做折叠。直接把脚踩在这地方往下压，听到咔一声就可以折叠，这时候拉起来就可以单独这样拉着走。那飞行也是这样飞行。如果你要提着走的话，就提这个地方，提着就可以到处走。一般我觉得这样有点重，所以我会这样子扛在肩膀上，扛在肩膀上走。那如果要打开的话，就把它放地上，脚刹车这个地方压下去，拉起来，然后这时候一只脚踩在滑板车上面，往前推，咔，这样就完成折叠了。好 ，OK。